这部剧相关的内容和剧情呢，我今天就先不说了，想给广大的观众留一个悬念。这两天其实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片花的版本，我自己都看懵了，我都怀疑我到底演了多少个郑秋冬。所以今天我也想在这里卖个关子，我就说一下我对于猎场的感受吧。我觉得猎场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让你走进去就不想出来的地方。我想这句话适用于今天在场的所有的主创，这句话也适用于剧本上每一个角色，同时我希望将来也适用于每一位看过猎场的观众。谢谢。好，非常谢谢，谢谢武装。那个大家好，我是曹蔚宇，我在猎场这部剧里扮演的角色叫毕一杰，是法兰西银行的高管。高管好，对，谢谢，谢谢曹老师。接下来第二位曹老师。大家好，我是曹伟坤，在猎场里扮演的叫韩鹤，是张嘉译老师扮演那个角色的小舅子，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人。好，谢谢。来，第三位。大家好，我叫周放，在猎场当中扮演的是律师钟怀兰，是罗艺人的闺蜜。好，林夕。大家好，我是林夕，我在这个戏里演的是，好没有全名啊，好像姓李，叫李总。王总，你演的叫王总。哦，也没有全名，我演的叫王总。明白了，如果猎场有续集的话，您希望能够连一个名字。董佑，我演的是个警察呀，跟他们没什么关系。所以刚才我介绍说白领天团上来的时候，我看您一脸的懵了。我是警察里的白领，因为我演的是一个队长，叫袁队，是吧？好，高峰。大家好，我是高峰。白领嘛，我跟这个白色有关系，平时穿着白大褂，我演了一个，我也好像没有名字，叫尹医生，是一个精神病科的主任。这里头还跟精神病科有挂钩啊。好，我一直给别人看病啊，啊，包括我跟小简，完了最后小简把我的病也给治好了，我也有病。啊，别动态。张灵芝。大家好，我张灵芝，我在戏里扮演的是郑秋冬的女下属白领。还有也是郑秋冬的其中一个女朋友。是其中一个女朋友是吧？就是我破老板。啊，好，明白。来，陈龙。大家好，我在剧中演是林拜，是郑秋冬的良师益友，也是左膀右臂，也是贾一梅的同事。好，王倩老师。大家好，我是王倩。我刚才归在跟你一个天团，是总裁天团。那我演的这个海总，好像叫海山，也是没姓，但是海山是也是某集团的总裁。冯文赫老师。我叫冯文赫。在剧中演保公司老板，名字叫严冰河。好，何军。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乐军。我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叫桃花美，饰演郑秋冬的也是职员，但不是他的女朋友。好，小撒。大家好，我是徐小撒，在剧中我演米娜。一个猎人猎心的美艳猎手。好，我们跳过谷歌。来，恩姿。大家
好，我是菅仁姿，我在《猎场》中饰演的是罗伊人，然后她是郑秋冬的初恋女友，同时也是陪着她从人生低谷到人生巅峰的一个女人。好，王小艺。大家好，我是王小艺，然后在剧中比较复杂，我这个是首先是胡歌的猎物，后来又被他征服了，一块猎别人去了。李强老师。大家好，我是李强，我在这个戏里边扮演的是这个猎头公司的高管，叫袁坤。马云。大家好，我是马云，我在剧中扮演于成飞，剧中是一个演员，生活里也是一个演员。好，海秋。大家好，是我海秋，我在剧中的职业不详，导演没告诉过我。不详。对，然后我演的是有人物关系，是孙红雷那个他那个角色的前女友是吗？不知道，反正嫁人了，嫁的不是他。不详。不详。何波老师。我是演员何波，在剧中呢，我扮演何总，是一个传销公司的老总。这活不好干，传销公司。大家好，我是张子嫣，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曲敏金嘉义坝的女儿曲云珍。好，许哥。大家好，我是徐格，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叫做惠成功，是郑秋冬公司的一个有理想的男下属。谢谢。柯兰。Hello， 我是柯兰，我在剧中扮演的是编剧姜维老师心目当中的完美女性葵凰。大家好，我是胡兵，在戏里面演一个金融天才，是一个有湿度、有温度、有风度的这么一个花心的好男人。阿法。大家好，我是阿法，在夜场我是苏尔，一家美国公司猎头公司，美国猎头公司的经理。忘了我说我是陈修峰。好，我们所有的演员都已经把自己的角色介绍完了，其中也有人呢略略剧透了一下和台上某一些演员所扮演的角色的关系。随着我们直播的这个进程啊，我们也许还会带大家更深入的来了解这部剧。再次谢谢各位，请各位先台下就坐。